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杏子。今天三分钟让你学会拍证件照 ，Go！ 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准备两支灯，一支灯放在背景。好，第二支灯我们要采用顶光，大概在这个位置，对，往下打。再来就是要补一个反光板，对，反光板大概这个位置，等下 model 就会坐在这个位置，对，然后它这样子光线就是吃这个光，反光板等下再根据需求去做调整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就非常的简单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试拍喽。好的，就这样，今天的教学就到此结束。好，技术总结哦，注意呢，就是衣服要穿深色系的，才不会被背景吃掉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顶光的位置要自己调整看看。好，如果没有棚灯的同学呢，可以使用闪光灯，闪光灯有一样的效果。对，那罩子的话呢，不一定要深口罩，用雷达罩也可以，或是柔光箱都可以。拍摄这件照的时候呢，要注意眉毛不要被头发挡住了，然后呢，耳朵也要露出来。OK， 就这样。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教学就到这边结束喽，拜拜。拜。